光生，在家里吗？给屋里说话，听我苗子。我是咱村医生。在你病看不上的，我给你个地方苗子。给家隔离都中了啊！给家隔离都中了。病出门尽量嘞，再隔离七八天，你都解除隔离了。好，就这吧。以后每天给我报数，恁说体温一量，给我报个数。好。这是咱村的那四个人是吧？就是咱村中四个人。他说是1月18号离开了武汉。离开武汉以后，他又在其他地方去玩呢。22号晚上回到家了。从离开武汉5天呢，到现在是啥症状都没有，体温正常，也不气喘，也不咳嗽。目前咱村就这四人回来以后，第一时间都联系他，让他在家戴口罩隔离。隔离2星期没有症状的话，就解除隔离了。有症状，马上转诊到咱县人民医院。咱卫生系统要求都是每天排查这个从武汉回咱这方的人员，发现以后赶紧登记。哎呀，大队嘞，秋天也广播了，都广播了。发现啥？是买不着口罩还是没去买啊？买不着。这俺卫生室去买了毛是不是？他这儿没口罩。没口罩？没毛。那我也不知道这应该戴啥口罩。戴那个防毒气那个。哪个口罩是最好了？像你这口罩俺都没见过。哎，都没见过。你戴这口罩高级嘞。从外头带来了呀，我说应该不应该戴口罩？应该的。你这想戴是吧？也是想戴。想戴都没有。想戴俩嘞，戴俩不是双保险吗？咱这个卫生系统有没有要求这村里人都戴口罩呀？要求尽量出行戴口罩，是导师说的。这回有流感，戴口罩那肯定好吧？流感的要求都戴口罩，你管是这么大，这不能不好办到啊？老百姓还是不好办到。老百姓的这个意识还是主要是这个意识达不到。我当然还是建议大家都戴口罩，这个衣服不知道现在买都不好买，昨天也不关门了啊，昨天我在那进去的时候又是买的都已经完了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